小花曼泽兰是山林环境的杀手。为了杜绝小花曼泽兰的生长，台东县政府与林管处共同办理了小花曼泽兰防治月的宣导活动，在9月1号上午进行。副县长张基义、农业处副处长罗淑媛共同参加，与大家一起宣誓进行宣导。那是我们称绿癌哦，那它严重妨碍我们的农业，还有所有的原有的原生树种。那所以九月份哈是全国推哈大家一起来除小花曼泽兰和绿癌的一个活动。那我想这个是外来种，那进台湾也是1990年以后才进来，但是祸害非常大。那我想目前还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就是呼吁民众大家一起来动手，一起来除小花曼泽兰。新的有害植物，那有害植物它会一直传播，它的传播哈是有两种。这个传播的方式，一种是有性繁殖，一种无性繁殖。那一般的是有性，一般有的是无性。结果它两种都可以，它每年的十月就开始开花了。那它开的花哈，一传播出去哈，就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传播了。会中还有扇子 DIY 等让民众互动体验，希望大家一起杜绝小花曼泽兰的生长。也颁发了奖状来鼓励协助宣导的社区，更将爱护环境、保护山林资源的概念传递出去。以上新闻，东台新闻部陈敬雄在新生公园的采访报道。